2패 如果做高雄市长，我一定以身作则。台湾人民已经被民主政治逼到了一个小角落，台湾人民已经喘不过气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手上有权力，不是乱搞就是贪污，看不出行政效能。台湾人民这么多年对民主政治充满着失望。如果韩国瑜当高雄市长， 我如果贪污被抓，我正式宣布，我放弃假释。我要用我的团队，每一个团队的政务官都必须要宣誓。这一个团队每一个月要找一个高雄中低收入户的家庭，从孤儿、农民、渔民、劳工、计程车司机、隔代教养的老家里面长辈离开的老年人在带孩子的， 所有资源回收的所有的中低收入户，我们这个团队每一个月要到这个中低收入户的家庭住一个晚上，永远不能离开我们的基层，好不好？ 我欠你的光，只愿你把我珍惜。